1945年9月11日，一队美国宪兵来到位于东京郊区的东条英机住宅，他们奉命前来逮捕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此时东条英机正和夫人在院子里除草，见宪兵到来，他先把夫人支走，让宪兵稍等片刻，然后一个人钻进书房。不久，书房里传出了一声枪响，宪兵们冲进去，看到东条满胸鲜血，倒在一张安乐椅上，他朝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1884年12月，东条英机出生于日本东京，是日本陆军中将东条英教的第三个儿子。东条英的父亲本身就是高级将领，那么其他的日本的这高级军官呢，你也可以在他身上常常找到几代人的这个痕迹。出身于军人世家，东条英机很早就被送到日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读书。他成绩不佳，却热衷和同学打架，得到了打架王东条的绰号。他的校长深井健一郎后来说，英机在爱打架和不服输这一点上确实是全校的冠军。这个参谋集团呢，是从少年军校开始一路培养过来，就是说从小养成一种军人的习惯，军人的一种培养一种进取性格，攻击性的性格。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东条英机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此时的东条已是个标准的日本军人，不苟言笑，坐姿笔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不久，东条顺理成章地晋升为大尉。日本的军部也是这样啊，你从他士官学校哪一期毕业的，陆军大学哪一期毕业的，你他是几期的，你可以大致能够算出来他干几年以后他能什么时候当大佐，什么时候当少将中将，基本上是这个论资排辈这个上来。东条英机陆军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日本陆军省任职，他为人苛刻，作风严厉，人送绰号剃刀东条。1920年，他被派到柏林任日本驻德国武官。第二年10月，在德国度假胜地巴登巴登热气腾腾的温泉中，东条英机和永田铁山、小敏四郎、冈村宁次四个少佐级军官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史称巴登巴登密约，被后人看作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宣言。知道日本这个最有名的这个参谋里面有个叫三鱼鸟，其实我觉得这个三鱼鸟按理说按日语就是翻成中文就是三什么三杰，很有名很杰出的三位，后来就是东条就才加入进去了，他等于是第四，应当说他们是志同道合的。道在哪儿呢？就在怎么样扩张发展日本，让日本在世界上比美国的影响还要大的这么一个国家，这是他们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思想。东条英机从德国回日本后开始实践巴登巴登密约的内容，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少壮军官一起在日本军队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时任军务局长的永田铁山说，东条是将来担负指挥日本陆军的人物。当时有很多这个军队的右翼团体啊，或者说叫法西斯组织，天王师会是吧，天剑党、伊西会是吧，这些组织都是军队的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法西斯团伙，他们的这个宗旨就是建立军人政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条英机出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后升为关东军参谋长，成为陆军中将。关东军本身就是刚才说的能实现的一些理想啊，就是少壮派军人们理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关东军呢，他们会实现很多的目标，就是说在日本国内都实现不了的一些目标。1937年7月7日，日军在中国挑起卢沟桥事变，围绕是否扩大战争，日军内部形成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两种力量。最初有一个不扩大方针，
恰恰这个不扩大方针，就是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提出的。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磨，在两派的争论中举棋不定，他既想接受扩大派的主张，趁势向中国增兵，又不想使事态过分扩大。近卫文磨也是一样，他当时觉得，应该是甚至是天皇出面向蒋介石表示这个善意。近卫文磨本来自己他也想是说，一度想是说自己乘私人飞机到南京向蒋私下里媾和，就是近卫这样的人，他如果说是媾和的话，那就是个卖国贼，一个日奸。此时关东军的态度至为重要。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给日本大本营的信中说，我们相信如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日本侵华战争他是想的怎么办呢？速战速决给中国一击，中国服了之后转个头他还是搞北京。东条英机及关东军的主张使天平倒向了日本内部主张扩大对华战争的一方。为尽快占领华北，促使全面对华开战，东条英机先斩后奏。他于1937年8月组建关东军东条兵团，以快刀斩乱麻的闪电战术，用数千兵力击垮了中国30,000多守军，迅速攻占南口、张家口及大同、包头等地。东条的行动换来日本国内一片叫好，连日本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也说，关东军的功勋得力于东条参谋长。为此，日本大本营向东条颁发了77事变后的第一枚勋章。为什么他提出了很多这个对日本后来来说一看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政策，还是有人支持他往上走呢？因为他有一意孤行的这种领袖气质。好多领袖都是在这样，别人都认为你不对，我就认为我对，然后我就来做，然后我还很坚决，你们要是那个真的想救国，你们就跟着我走。这句话出来的话，很多人都会跟着他走的，特别是日本人真的是跟着他走。这个在日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种从众现象。我们可以认为东条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一大批日本又忧国，然后又有实行的精神，又宁肯为这个国家，比如说开着飞机撞人家军舰我都肯去做的这样人，却把国家引向一个万劫不复之这个地方。不久，80万日本普通民众便被拖入了侵华战争。1941年10月1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午时寿辰，但这一天近卫却无心作寿，他正召集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等政府幕僚，商量怎么对付美国人。自日中开战后，美国担心战火烧身，奉行孤立主义，对中日交战持中立态度。当时美国朝野认为，美国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为了中国来直接和日本发生正面对抗，甚至是正式的战争。那包括他的主要的媒体啊、国会、政府啊、主要决策都认为，就是这个现状不能由美国出面来改变。但自1940年起，日本为支撑对华的战争开始实施南进战略，触犯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他的资源呢？这个缺少是吧？包括，石油也好，包括粮食也好，包括橡胶也好，等等等等。那么他就要找，上哪儿找？南洋有石油，有橡胶。日本就逐步的南进，确定就南进，就是要和他和美国、英美想一拼。1941年7月，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英美的传统利益受到威胁。1940年，因为这个首先就是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取消，那么这个条约的是如果是取消就是致命的，因为呢日本的这个国家资源非常缺乏的，它的两个来源资料、战略资源、资料原来都是靠着国外，特别是美国，一个就是废铁，它的钢铁工业是完全是利用废铁炼钢，那废铁大量是从美国进来的。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就是石油。那么这日美通商条约这一废除，那它等于就是掐了脖子，所以日本就等于资源上就完了。美国禁运使日本国内分成主和和主战两派，主和派的代表是首相近卫文诺。近卫出身贵族，自1937年以来曾两度出任日本首相。他在任上发动了侵华战争，被中国战场搞得焦头烂额，因此主张与美国谈判，避免两线作战。但在近卫主持的日美高级会谈中，美国人开出了让日本难以接受的价码。在日美谈判里边，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问题，啊，是美国要求这个日本要从中国这个撤军。甚至当时英美就要求日本必须停止对华战争，甚至包括东北，他都不能承认。美国的条件让东条英机恼怒不已。此时他已是日本内阁陆军大臣，是少壮军人和右翼主战派的头面人物。他在近卫首相召集的幕僚会上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一旦屈服了美国人的要求，中国人就会嗤之以鼻，让中国人瞧不起是最可怕的。全面撤军将会丢尽面子。”接着东条叫道：“有时我们也要做点非凡的事情。”就像从清水寺平台上往下跳，两眼一闭就行了。他们就觉得肯定要和美国打一仗，才能够决定日本真正在这个国际上，在国际社会里能占主导地位。这个可能是长期以来在他们脑子里头形成这种意识。当时许多内阁重臣对东条英机本无好感，但东条是日本少壮军人和右翼势力的领袖，他们认为也许只有东条英机才能掌控局势，避免日本国内出现混乱。在右翼势力的威胁下，主张对美妥协的近卫内阁被迫解散。第二天，日本天皇召见东条英机，受命他以现役军官身份出任日本首相，这在日本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你知道日本原来也是一个所谓政党政治是吧？那么但是这个政党呢，由于军人不断的干预，军人的不断干政，实际上政党就成了摆设了。你有发言，你敢说不同意见，我去搞政变，我搞暗杀，我把你打死。那么慢慢的，政党的声音就越来越小了。所以当然了，东条上来以后，自然很容易的就来实施他那种。你说只要有不同政见，我可以惩治。是石原莞尔对东条英机比较了解，他在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风凉话的话，他就预见到这个人，他就要进入这个内阁，就是说日本就是基本上就属于进入这个由胜转败的一个快捷道。几天后，东条英机在内阁宣誓仪式上发表就职演说，要求完成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在皇威下举国一致，为完成盛宴而迈进。他的演说只有3分钟，却点燃了一场持续3年多的新战争。两个月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爆发以后，这个日本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一个战争的狂热的这个气氛中，但是时间稍微一长，这个战争一深入以后，这个日本就逐渐的出现一种败象。1944年，东条英机当上日本首相的第三个年头，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继中途岛海战、瓜达尔卡纳尔之战及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后，美军又攻占了塞班岛，日本从太平洋战争初期的短暂优势转而步步败退，已丧失了与美国决战的本钱。
已经是我们可以说叫强弩之末啊。但是呢，从这个参谋呀，从这个下层的军官、少壮的这部分人里头，就会冒出一些想法来，咱们现在看来很奇特的一些想法，包括咱们都知道像神风那种突击队、特工队，是吧？完全是自杀式的。东条英机为鼓励国民说道：“在日本，不是飞机在天上飞，而是精神在飞。既然我们的精神在翱翔，就不会输掉这场战争。”日本人讲的什么呢？武士道。这个武士道其实是一个个人的精神，就是一个我，他是什么呢？就是白刃战可以战胜坦克，啊，我这个只要我拼命，我这个精神上去就可以了。东条英机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的信奉者。人们把失败的愤怒转向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首相东条英机，有人称他是独断的东条天皇，许多军官把东条叫没脑子的上等兵，并把东条内阁称为上等兵内阁。东条英机的夫人圣子曾接到许多匿名电话，问她的丈夫什么时候自杀，圣子恐慌万分。日本已经穷尽国力投入这场战争了啊，那时候即使是说是把东条英机刺杀了，大家也不会啊，也没有回头路。1944年7月18日，东条英机在一片反对声中宣布辞职，临走前狠狠地说：“那些逼迫我辞职的人，必须对日本战败负责。”1945年8月10日。日本铃木政府宣布接受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放弃对盟国的抵抗。东条英机在8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迫于敌人的威胁而轻易举手投降，国政领导者与国民毫无气魄。”当天，他仍通过军务局下达继续进攻的指令，并引用了日本镰仓时代的将领北条时宗抵抗蒙古骑兵时的名言：“莫烦恼，笃直前进。”但这句当年的豪言，此时已成了一句空话。两天后的8月15日，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共同宣言を受諾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り、しかれども真は軍の文句と。1945年，同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后，东条英机在美国宪兵逮捕他时，对着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为了不至于打偏，东条事先特意请来大夫，用木炭在胸前心脏的位置画了一个圈。每次洗完澡，他又重新标出心脏的位置，但这一枪还是打偏了。不争气的子弹躲过心脏，射中了肺部。东条被送进医院，美国士兵献血救了他一命。东条醒来后说：“我没朝自己的脑袋开枪，是怕死后人们认不出我。”他对看望他的美国将军说：“对不起，我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那位美国将军问：“你是说今天晚上的，还是过去几年中所添的麻烦？”东条回答：“是今天晚上的。”这个东条的自杀当时在日本社会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但是主要的人认为他是逃避战争责任。东京审判中，主导审判的是美国驻日本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由于美国是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在首相位置上发动这场战争的东条英机成为法庭主要追究的战犯。当时麦克阿瑟有一个想法，就是不搞大规模的审判，就是把东条内阁的这个成员集中进行那个审判，就完了。第一批战犯名单、嫌疑犯名单里边，几乎全部都是东条内阁。但是东条英机在一次出庭时说了一句话，却使法庭产生了分歧，并差点偏离方向。
这个很有意思，他开始的时候始终是这么一个原则的，就是说我们是忠实的执行天皇的啊这个意志吧。那么当时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本身没有别的意思，他是一种传统的，就是说对天皇的一种地位的一种肯定。但是没想到他这么说的话，责任都推到天皇身上。东条英机的这番表白引起日本社会震惊，也引起日本皇室的恐慌。宫内省啊，就给他传了信息，告诉他不应该这么讲了，你要这样讲的话，天皇就很尴尬了，天皇就没办法解释了。在皇室传话和美国人暗示下，东条英机再一次出庭时马上更正了自己此前的说法。所以后来他就换了，他说这些包括同美国开战的决策和后来没有停止下来都是我的责任。但是他这种变实际上也是一种策略啊，实际上就是为了开脱了天皇的责任。谁都知道这个战争如果没有天皇下命令，天皇决策，天皇决断，是不可能打起来的，也不可能一步一步走到最后的。1947年4月30日，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石原莞尔中将出庭作证，他因在七七事变后与东条英机意见相左，被排除在审判名单之外。检察官问石原：“听说你和东条英机意见对立，是这样的吗？”石原回答：“东条是没有自己意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他一直看不上东条英机，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士兵的一个脑袋。他就压根就觉得这种人上台之后，就等于说把日本送上了这个不归路的一个深渊吧。石原在法庭上讽刺东条英机，实际上应该去做会计军官，让他去管十挺机枪，可能不会出任何问题。十挺以上就不知道了。1948年12月21日，东条英机接到同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死刑宣判通知。12月22日，他向监狱要求最后吃一次日式饭菜。当天，狱方给他准备的最后晚餐是大米饭、大酱汤和烧鱼。深夜23点30分，东条英机和其他6名甲级战犯，先后走上设在日本东京朝鸭监狱内的绞刑架。据后来报道叙述，当时东条英机的脸像风中的白纸一样痉挛着，他用颤抖的笔在死刑书上最后一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